还是邀请到李前总统继续啊来跟大家分享伊，你做总统以来啊，遮济困难的代志，伊是安怎处理？所以伊甲写作一本册，叫做《为主做见证：李登辉的信仰告白》。好，那另外一本呢？啊，这个是21世纪，哦，台湾要对倒位去？啊，咱啊，李前总统其实伊啊，不忌讳讲伊认为啊。啊，大限将至，哦，所以啊，伊希望有一天，那真正迄天来啊，伊会当恢复骨灰啊，甲这个啊亚里啊玉山，哦，永远啊这个世世代代拢含台湾做伙啊。那么啊，李前总统这两本册，哈，咱啊这个有要送20本，各20本给观众朋友、听众朋友，哈，所以你呐手机先输入985，再打李总统新书传55123对赛啊，哈，诶，总统，咱都要继续给观众朋友 say 一个 hello， 好不好？另外观众朋友打一个招呼，好，哎，各位这个报道新鲜的这个。啊，听众大家好，今仔日有这个机会哦，来对我要出版的两本册，为主做见证，哦，过一本就是21世纪台湾要行去什么所在，这两本拢完全是面对现在台湾所遭遇的困难，台湾要行什么宽度，我看真侪人拢了解，模模标标，大家无信心，啊，这问题本身呢？因为无明确的、无晓，互大家了解，领导能力也无够一关的，所以我是讲借这个机会吼，要做一个领导者，应该做什么款的条件，都安怎做？啊，第二项，全世界的这个国际上的条件是什么款？哦，台湾甲中国大陆这区域上的这问题是变安怎？这过去呢，真侪人讲真侪话，但是我甲你讲正经的。过去我12年的总统的时呢，大家应该有些感觉，哦，敢啊经济袂歹，哦，趁钱敢那用卡吧，哦，啊，佫自由，大家拢有法度发挥，啊，目标也做清楚，啊，即马来变成这个天，是，这我讲予你大家听，重要我那时呢，主要就是国际环境的变化，和咱的经济佮金融方，即变啊将。奇奇怪怪这些社会出来，台湾本身的也未清楚全世界的变安怎，啊，台湾的经济应该都安怎做？我讲真经呢，2000年以后呢，啊，以为台湾都靠中国大陆，啊，所以变成台湾的经济完全都移去中国大陆来，比今仔日就是现在情形啊，10年了，大家呢，这个无头路，啊，这个。贫富的差距这么大，所得咪这么歹，哦，啊，即嘛，个经济本身呢，你爬起来，爬未起来，我那是这个，这成长的程度啊，真无好势，各项的经营环境，这对台湾呢，即将有一个啊，为了台湾的将来，感觉真烦恼啦。是，总共安尼，我请甲你请教好不好？中国的经济确实。这个起飞真紧，哦，伊个经济国力啊，啊，即卖敢讲世界数一数二，但是啊，伊嘛有经济内部的问题，哦，譬如讲伊嘛有贫富差距的问题，啊，伊嘛有这个啊其他社会不安定的问题，哦，那么啊，总统来车内底有写到中国是五连车，哦，五连车就是讲伊家经济强，其他作势问题无解决，哦，譬如讲伊个政治无民主化。我想请教总统，那你的看法，中国未来啊，是什么款的中国？伊的民主化，还是伊的崩解？中国要民主化，都相当的时间，哦，因为中国本身啊，长久啊，无甲西方的思想啊，西方的文化，无进入去内面。中国人总共是为了家己自己啊。什么代志都改变，哦，无想到国家哦，人民大家
诶，但是应该安怎？这是真大的问题啦。是啊，这就按文化上的改革开始，哦，啊，甲政治上的、制度上的改革，改革，这也无认真啊去做。现在经济发展了，以这款的国家本身话呢，其他的这個，比如讲这建楼，对不对？这两千年以后呢，爬起来这。真侪即开发中的国家呢，差不多经济拢同款啊，你震荡啦吼。哦，但是即震荡本身话呢，实在讲起来，这条路线本身话，大部分是靠政府的即个分配资源的方式来影响。中国社会大部分拢是外面的资金啊、资本啊、技术啊，拢靠这来。你要安怎来维持？最近啊，全世界。即、这个、消费拢无好势个，你干那靠出口，要来促进经济发展，真困难。所以就改变我往国内消费要安怎增加？国内消费要增加的是，啥人要增加消费？对，就中产阶级啦，哦，而且一般的老百姓，大家拢有生活诶，即个啊程度的是才有法度来解决。这块的问题本身呢，讲是安尼，你讲去做的是。问题是要安怎来解决啦？哦，这都困难我来讲。你看中国会去挑战美国，要做世界上大的。我看咧，这话咧，我唔爱讲向你转啦，我敢真确定性啦。是，在我看来，足困难啦。足困难了，足困难的原因是实力不够。可能是进步国家的体制。哦，最多问题。这种，啊，目前的情形下，全世界，开始走去中国到处的，就大家即马咧开始咧走。嗯，拢走去即个东南亚啦，即、这个柬埔寨啦，越南啦。美国嘛，开始现在用不种方式，嗯，叫美国伫中国到处啊，叫伊都转去。嗯，转去了后，美国人伊有政策，甲减税。嗯，你转来了后减税。唔是讲工资便宜，啊，你的成本就低。嗯，我卖甲你扣税扣啊厉厉害，自然你就徛一条啊。嗯嗯，各种的政策本身呢，面对这款的情形来处理。嗯，中国大陆本身呢，去年开始就伊的经济成长啊，我8%啊，已经无法度维持啊。嗯，这情形唔知会怕今年看什么款，伊的经济成长的。我看咧，无遐尼简单咧，继续维持遐尼。哦，台湾到尾也叫中国加入咧。这但是无可能啦，吼、嗯。我看是无可能，无可能的理由本身咧，台湾唔是干中国人，中国你讲台湾是伊一部分啦。嗯。我无迄个条件咧，啊，无迄个历史啊，无迄个事实啊。哦。啊，而且台湾美国的国内话。台湾管理法就是美国对台湾的一个，伊的迄落台湾的伊的管理存在。嗯。你中国要用武力要来侵占台湾，还是要用其他方式来？嗯。美国当然有伊的意见。嗯。这台湾呢，在国际上讲起来是真正复杂的一个所在。是，所以你叫吞你。不要简单。不要简单，是。总统你伫任内的时阵啊，发生一个大代志，就是1996年，哦、中国拍飞弹。我想迄阵就是文攻武赫，恐吓台湾人讲袂使选李登辉，好、哦，那么选李登辉啊真危险，所以美国啊中国拍迄两粒飞弹。但是迄阵总统有讲就讲放心啦，咱有18套的剧本，哦，迄飞弹是空的，好、哦、空炮弹。总统安尼讲对台湾的人心的稳定啊真有帮助。迄个时阵啊。你想要讲有18套的剧本，噶即马咱台湾对中国啊对菲律宾这个处理，总统有啥物看法？迄当阵啊，嗯，对中国本身伊的内部的经营，伊的军队的配置的经营，哦，啊，噶伊的政策是啥物款？大体我有一个了解，嗯，所以咱台湾家己自己要准备啥？哦，比如讲，咱的迄个金融安定啦，吼，经济卖可以卖去吼，啊，加些啊粮食的问题啦，
啊，这军队的问题，正正拢有适当的这安排的，咱安排的，咱无法度讲啊，公开啊，公开声大声，但是叫大家安心啊，咱有十八套的这个策略，面对中国的处理，我有法度来处理这代志吼。这现在目前的情形下的是呢，菲律宾的代志的话呢，只有这代志，我看起来呢，无需要变啊，干那要烧台安尼起来。这是这渔民吼，去往那边的野蛮吼，可以安尼敲诈，这不是现在开始哦。几啊十年前拢嘛呢？是咱的渔船啊，可以抓去吼。敲诈不是用铁器，无就可以抓几啊年，你看来加些嘛。这个情形还是唯一这个问题要安怎解决，就是真正认真啊。咱呢，这个渔业协定吼，咱呢，领海到什么所在？伊那边的领海到什么所在？互相交接的什么所在？咱互相啊来做些协定哦。所以这个代志应该就开始来进行了。我你感觉啊，做的代志呢，无讲安尼一下子可我讲安尼，真强的代志是哩款的代。安尼两个代志拍歹去。总统，你听我讲，迄十八套剧本吼，是会当公开详细的讲，因为我有看到报纸讲，你迄阵有叫国家的这个粮食要准备穿七个月哦。对对对对，吼，对对对，就讲啊，那真正发生什么代志，只爱物件有够价就对了，冻外久了对。对对对，哎，啊，个军队爱甲通知无？有，哎，对，啊，准备。啊，对，拢是拢安置好些，对对。啊，有通知美国，啊，无美国那两架航空母舰来。去当阵啊，呢，美国啊，去当阵实在讲起来呢，当你甲迄个这个苏联那个冷战的关系吼，甲中国真密切，对不对？真密切的，去当时用中间呢，实在讲。这美国总统啊，无法度讲要来安怎帮助台湾，是，拢是美国国会，对台湾的这支持啊，真强啊，是安尼来。是，啊，你了解什么？美国国会啊，对台湾要有这支持吗？无安尼。为什么？甲现在政府，啊，甲这重要的这领导人才的关系吼。无像前两下你比切了。这个所愿有，会当加具体化。我讲，咱以前是遐比切，啊，今嘛较无比切，迄个较无是偌济，较无。我听人你讲去美国话呢，美国话看迄当阵的情形吼，伊的采取的行动呢无同款。现在美国话呢，这个俄人做总统了后，可能呢。面对美国本身的经济啦，政治方面的不安定各种理由吼，唔敢真大声。这款的情形叫美国人叫安怎？我怀疑唔敢讲。现在我嘛唔敢讲什么话。但是心内有安尼想了，嘴巴唔敢讲。这个问题本身呢，应该政府啊。应该就介有相当密切私下关系定好好些，互相有些，咱有做了解吼，understanding 了解了后，要安怎有起码有些咧。迄落管道，安尼较好些。是，好，咱访问的是李登辉前总统吼，李前总统讲到这个中国吼，那台湾的未来伊上关心吼，所以伊写一本21世纪台湾要到哪里去？那李前总统伊对台湾的经济台湾的政治两岸。到底李前总统的看法是什么？他都要讲到顶这个昨下，咱有讲到讲蒋经国捌去李前总统的厝，两个外月定下去，到底迄个时阵，蒋经国是看到李登辉什么？
哦，给他这信任，这欣赏，要用他，再不到尾也变总统。等一下哈、哦，我们继续回来。好，我们先进广告。好，欢迎继续收听《波多转世界》。好，我们今天啊，这个访问的贵宾呢是李登辉前总统，两本书啊，是李前总统。我想他最后啊，对台湾人啊，一心来上届要赶紧要讲的话啊，啊，你在设计台湾要对倒位去啊，另外是啊，我是不是我的我？好、哦，这是有点哲学哈、哦。我感觉总统是已经心中有信用，交我主啊哈、哦。那么啊，这个总统他都啊，咱昨啊讲到这个蒋经国哈、哦、总统，迄阵大家去甲讲讲啊，你栽培这个李登辉哈啊啊无经验哈，唔通呢危险呢，啊你去做市长哈、哦，啊要搁去做新主席哈、哦，啊你讲这个啊蒋经国总统啊。去领导两个晚会哦，哎、啊，两个晚会，你干嘛一起去冲啥？去看你有到底有做有好无吼？你关心我哦，做市长哦，做了有好啊无好？哎，伊会关心嘛？是啊，有的所在伊要来问我，哎，有的所在哦，要听我的报告，嗯，哦，所以差不多两个晚会哦，嗯，每日啊，唔是讲断断续续哦，安尼有。每日啊，伊也上班，拢会来市场这个官邸的这个客厅，吼、哦，不管太太有伫也无伫，伊就放在遐里等我转去。啊，迄阵你还未下班呢？还未下班呢嘛，就点咩等我？哦，啊，但是已经总统是总统来，甲你通知嘛，吼、哦，通知讲叫你开门转来安尼无？没呢，没有。伊当初，这个市场呢，嗯，无特别的。迄落，搞啊好帮助的人啊，哎，无甚物款的，只有办公厅秘书啊，是，哦，啊，无讲现在有迄落薪水吧，无迄落人啊，未迄款，无通知我嘛唔知啊，哦，对不对？啊，不，你遐讲，转来直接，哎，要不底下我总统，你也无用你啊，要不直接你，哦，我咩来？他要来个这，要跟你讲话吼。好、哦，上久不等我久。嘿，我看你不介意去，不过一点话先讲有啦。总统这两天点点话先。哦，啊，两个话会去几遍？两个话会，都每个两个话会，会使讲拜六礼拜，无伊话，大家都差不多安尼。哎呦呦！你唔知吼？我想讲话的，我那伊嘛算做认真嘞。做认真嘞，嗯，哦。啊、我想伊可能是你甲你收听啦，问讲看你有啥物我有帮忙诶。我咧讲话呢，嗯，伊是往咧培养人咧款。哦，啊你感觉事后回想，你感觉伊是看到你欣赏你啥物，一直一路甲你栽培。这个问题本身呢，我嘛无讲我有啥物特别哈，特色好诶所在，嗯，哦，啊阿乌就是。就高三，我就是呢，对台湾这样关心。嗯嗯嗯。啊，做有正义感。嗯。我拄仔咧讲起囡仔时，都看到迄电视甲迄个电视吼，哦，安差别差遐尼济，吼、哦，啊，对弱者呢，哦，真关心嘛，要安怎帮助弱者？这背景我先简单介绍，因为总统你车内底有交代到这段吼，就是讲，迄个时阵啊，经济部长是孙运璇，孙文璇做经济部长，后来做行政院长，后来中风嘛吼、哦。那么啊，伊、讲你讲啊，为迄阵你伫农副会吼，啊，你为着一项代志，你无同意这个部长，迄阵部长那是讲真大啦。你伫农学会迄阵，你是啥物基情吼？基情对。基情。我代代靠手。啊，靠手。啊，迄个代志是安怎？迄个代志呢？我去代代叫三个，啊，甲中央大学，我那农经的叫三个，啊，叫做六转四三六个人，那绝对反对这个经济部要来修改。经济与规定条例，经济与规定条例内面是租金农才会使买土地，伊起码要甲加一个法人买土地，我好方便即个大企业会使哦买土地即款的想法啦，我未反对，国
家的无用于，并且依据电力条例，和台湾的农民呢，有一个希望存在。你起码安尼来，啊，迄当初呢，地价啊，确实呢，正歹。为什么呢？农民呢？农民三千块也是上好，哦，哦，忽然间，伊的收入增加，啊，起码土地摕到了，就开始困难了，嗯，几啊项困难，哦，都立地价。哦，啊，这经济依据电条例的下面，伊应该这个地价以外有土地啊，地价税也都来。嗯，啊，这粮食局的肥料换货的制度，就讲今日肥料要跟你换七啊换两块两袋斤两公斤啊，这可能不合理的情形，农民的生活呢愈来愈慢。嗯，到啊时间到啊。差不多买六十年，迄当阵也是差不多。农民的土地就是你收入也歹，土地都价地价都歹啊。嗯嗯。甲普通的都市哦，即个地价变化无同款。嗯。啊，地价那家呢，有诶所计剩啥四万块都无。一家地四万块，迄种贵值诶，贵值诶啦。我会记我细汉种田诶时阵，我嘛用种三千五诶。但是呢，没有错啦，你即个呢？几节呢？关关格格差不多少些了。嗯，哦，比如讲你也是，迄当阵最大的问题就是，我会记拢温林嘛，温林啦、台南啦、高雄啦，即比较的哦，跟农业为中心的所在。哎，这块所在呢，你一个企业啊，要四千公顷的土地，嗯，你大概我来，我你甲算起差不多十万公顷的土地吼，或者系大企业呢？唔免两三年咧，两年啊，买了了。啊，迄当时呢，一户啊，平均是一家当，一家当的农民，的农户啊，差不多有5.5的人平均啊，迄当时。哦。5.5的人，十万公顷的土地，忽然间，哦，遐征收买去，哦，啊，就变55万人啊。你过去要讲头啦，啊啊！而且这人要做啥？真正真。并无使改革吧，对不对？嗯嗯。哦，台湾开始，不容易讲维持啊，这么好诶。忽然间，出款情形发生，台湾的农业要变安怎？嗯。所以，正强烈反对啊！哦哦，公开反对，哦，各种方式来反对，开会来反对，用安尼来。啊，你唔惊去啊？得失掉？无啊，其实迄阵是财团要买土地，我想迄阵啊想要改，想要修法，就是因为财团要买土地。对啊，当然是啊，但是安尼牺牲农民啊，啊你农业、你工业无发展，啊这无头路，这人是要去对食头路，嗯，对不对？嗯，台湾的工业也未发展到有法度一下子。55万人当我吸收，我算起来，哇、哦，不可能的代志嘛。嗯，这款情形，好台湾呢，中国社会呢，过啊不安定啊。是是，反对啊，反对到底。其实头啊，总统头啊讲一价地哦，价东40000块，嘿啦，几千万啊，就买几公顷的啊。对，几千公顷啊。就是安尼。啊，你看是嘛？啊，迄当阵遐有企业家有钱的哦。哦。十外个就好啊。一个哦，做啊！要10万公顷的土地，买偌简单啊？台湾买了了。啊、哦，啊！你是安怎会去想到这个艰苦的农民的这个？我都是做农的代志啊！哎，我咧帮助农民咧，解决农民的代志。哎，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农民的所得提悬，哦，农民的生产啊。我全家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政策嘛。你迄阵带你三支，捌看过艰苦的农民吗？有啊，那也无。嗯，就是安尼，囡仔时就是看讲啊，刚做田吼，哦，啊，就安过年过节就掠鸡掠鸭来摆摆个地主啊。嗯。那看迄个情形呢，我讲冻袂掉呢，实在足可怜呢。哇，这真侪人可能无了解迄个时代吼，因为有关啊做3500，迄阵有头家啊惨呐，地主啊，吼啊，这个啥为着个地主叫继续惨，拜托后来继续做，因为迄阵做的爱有地主嘛，啊不家己分偌济，啊其实无啥到食，但是虽然无啥到食，都爱过来甲巴结地主啦，好巴结这个。
啊，有钱人吼，夹头鸡啊啦吼，啊，都爱个掠鸡啊，啊鸡啊是来是讲吼，是那过年过节要杀的吼，结果拢是这个的这个头鸡啊吃去，有钱人吃去吼，所以啊，你讲这段的意思是讲，李前总统伊是了解台湾农民的艰苦，所以呢啊，伫真关键的时刻啊，做出这款关键的决定，影响是足深足深的，吼、啊，所以台湾今日个真济土地无去有财团买去。和你那时坚持有关系、哦、应该是这样说嘛、哦啊、但是后来这个什么、经济部长孙文璇你这样反对、啊、他也没生气吗？没啦，他没生气，提到这公家的事情、哦、对不对，也不是跟私人的关系、啊、因为这有当时、哦、就是说他们有财团的压力啦，哦，啊，总统，你迄阵啊做台北市长的时阵，蒋经国总统来两个外月，哦，啊，只有礼拜拜六无来尔，其他常常来。啊，为什么尾也无来啊？伊甲我讲，伊无，我台北市长的做也是蛮，伊感觉是蛮久啊，真好势，大项好真好，伊唔免过来啊。哦，有一个，伊讲唔免过假啦。我免阁讲，哦，所以总统电话来，你厝会甲你看，啊，啊你会紧张未？未哦，哦，啊，伊你的电话还没伫厝食饭开讲未？食饭我真少咧，唔捌咧，唔捌，我捌去互伊请一遍了俩。你总统来咧？我捌请伊。你总统？我有请伊一遍哦，第三次啊。哦。嘿，伊叫我请啦，叫我唔是请伊咧，请是我台湾咧。现在少年家吼、哦，是较有将来性的，一伙人呢，差不多十所个，是三只啊。你去看我迄间古厝吼、哦，嗯，啊古厝嘛无餐厅吼、哦，嗯、啊无人当我做那个，来三只个先公庙啊，嗯，哦，踮遐呢，请了十外几个人，是指定的人啊。哦，是，你敢知影讲，伊真早就要该栽培做副总统？我无安尼想，无安尼想，我唔捌想安尼。哦，啊，伊捌甲你讲？唔会啦，那伊讲了就嗨啊。是，因为李前总统你啊，为了做副总统了啊，你国民党内底啊，要去接任总统，其实面对啊保守的反恐的势力嘛，真大。迄阵可能啊，你用真侪气力去对付这啦吼。好，咱访问的是李登辉前总统哈、哦。来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进广告。好，欢迎继续收听《波多转世界》哈、哦，我是郑鸿仪。啊，今天我们访问李前总统。那李前总统他啊，这个写了两本书啊，一本是《二十一世纪台湾要到哪里去》啊，那另外一本书啊，啊，当然台湾要到哪里去，我看刷。啊，我感觉讲李前总统一定是看真侪册啊，真用心，所以伊内底啊啊，这个啊，伊个观点吼，我感觉讲真现代。另外就是啊，为著作见证吼、啊，李登辉的信仰告白吼，请教总统吼、啊，你那里台湾家庭啦、啊，啊，一般特别是你三芝啊这款宗教所在，信基督教的人真少，吼、啊，我想啊，这个。啊，总统的老爸嘛，无信基督教嘛，啊，是安怎你会去信基督教？我吼、哦，拄好你讲起吼、哦，哎，少年的时吼、哦，自我作用，嗯，哦啊，十外岁啊呢，哦迄百科全书啦吼，哦日本出版的吼、哦，迄拢会用看，啊，几下好咧，哦，真你讲咧。挺骄傲，骄傲了，家己感觉呢，人呢安尼，哦啊，我老母甲讲，哎，卖安尼哦，较理性些，啊，就想我呢，只要就开始呢，要安怎来克服自我的问题，啊，所以呢，哎，少年的时呢，慢慢坐禅啊，哦啊，去苦苦行啊，哦啊，迄甚至。在企鸭的潭啊里面，寒天啊，点样啊？各种的方法啊，来修炼、磨练、修炼家己自己。哦，要安怎克服？压住家己自我，卖遐尼款的。哦，往这可行啊，中学来时，我会使讲读早起哦。我迄当时真认真读册，淡水中学时，但是早起时啊嘛，真早就爬起，爬起时就去。去做工啊，
做什么工呢？扫便所。所以我真好扫便所，哦，扫甲足清洁。人无爱做的代志，拢捡起来做。臭公公呢？啊，嘿，臭公公呢？扫都好，我都唔惊扫啊。哦，对不对？我都扫清洁安尼。放尿的所在，黄球球，咩安怎清洗啊？好，白尿。少年时都有迄款的精神啦，吼。啊，即款的经营下了后，我呢见老最大的变化就是讲，拢咧看人的心的代志了了，啊，那无看身体，啊，对，烧台刷了后，你都火、到处破坏，日本嘛是同款的，台湾破坏，啊，食的物件也无，啊，迄款的粮食也无够，大项也无够，你当时才开始讲啊。人不是干那心的问题，最重要肉体的问题，我那真重要。心、肉体，我这几对这方面，所以我对经济真了解啊。安怎研究经济的问题哦？要安怎一块呢？叫唯物论哦，唯物论的。唯物论，嘿，唯物论啦，唯心论啦，唯物论哦，拢真强嘞。这方面呢，切呢，卖讲啦，叫我。你再讲，规套我拢有法度讲了了，拢有讲的会晓讲，拢一块。但是呢，感觉安尼吼，经济慢慢恢复的是，心内呢未满足，感觉空虚啊，空虚。所以太太迄当阵，原来是心情啊不好些，因老母过身，我讲。无咱哦，来迄落啦，来催心啊，看有咱的心关是伫倒位，所以就开始催心啊，心有无？迄当时退学，我退学是退学啦，历史啦，真病，较早呢少年时，啊，就讲心已经死啊，啊，每啊人心是肉体。顶头应该搁较重要，有主宰物件才对。这神啊，啊这台北市呢，五年呢，教会是拢行教会，一礼拜行五天。教会听，啊我听到，是无法度呢相信呢。煞尾啊，五年经过安五年安尼了后，感觉我家己的想法唔对，想法对唔对？就是这物质上的想法本身呢，就是这个地球温室的关系，这个科学的意识太强。哎呀，合理化，普遍化，实证化，就无看的物件，哪有法度相信啊？神无看啊，你要安怎相信？这就是伫教会哪，你看咧哪修？家己的想法错误啦，咱人家己内面心内面的物件看未到啊，但是有存在啊。看未到，但是看未到有存在。我当阵耶稣呢，耶稣伊家己的迄个学徒讲一番话时呢，比如讲头安呢，比如讲啊，玛利亚讲。无结婚就生耶稣，奇奇怪怪，那有这个大可能的代志。耶稣定时里加三讲，我都啊，好话都，这无可能嘛。这个代志本身呢，耶稣亲自家己讲，第一这伊个这个，圣经吼，迄个新约的圣经里面，耶稣呢，伫玛利亚引导。就是伊学生领导楼顶，甲学生斗阵。一寡学生你讲，老师啊已经好话咯，而且且叫做多嘛，哎呦，无可能啊，无快呢，我多，互我望大家骨啊，互我望手望看嘛，确实望啊有影，我就相信。你就耶稣就出声，讲。懂吗？来摸我的手，甲摸我的毛，会白一半。啊，就我讲，唔通无看的物件，都无去相信。无看的物件，
看不到的东西会相信才有福啦。讲这句话啊，让我才想说啊，人啊呢，实在讲真侪物件看袂到，但是无去看袂到，才无去相信。特别是地些分子外，这个毛病真大。所以直接讲啊，错了，想法唔对。所以无坏物件应该相信。地些分子想骄傲无谦卑。我一种科学意识，科学意识我都系讲实证啊。实证主义啊。物件有才有看会到。无坏物件都无相信啊。还是总之，安尼我会当请教你一个问题，就是讲，你有相信上帝？你有相信有贵人？贵我无相信呢，那嘛是看袂到啊，你哪会无相信？贵我是上帝无共款的物件，伊是魔鬼，魔鬼本身啊呢，唔是正面的啦吼。上帝是咱的正面的。咱基督教本身话呢，我基督徒对啦，我是甲上帝契约的立约啦。伊讲的话语，我都照安尼去做。这就是立约，这立约真重要啦。但是这个西方的思想有基督教甲这个东方无同款的所在真多啦。这信仰的意义啊，我另外这另外有写过呢。信仰的意义本身话呢，实在讲呢，上帝袂甲你讲，你唔当袂使做安尼，伊唔当安尼讲，讲恁吼，你伊唔当讲恁，你。就安尼，卖安尼做，卖安尼做，这就是神甲人的契约本身的无同款的，这甲东方的，这宗教无同款的所在。这点啊，互人呢，真侪所在呢，加较看较宽，心较宽，一块来。我讲贵，我老实讲呢，阮大兄贵心呢，去菲律宾去，小台是贵心，讲伊。心有讲伊灵魂讲有转来，阮兜阮兄嫂讲有看到，讲安怎安怎，我为了这呢，一个月无困呢，但你等我伊出来无？你等无呢？等无呢？然后一当时呢，要转来台湾无偌久啦，无一个月拢无困啊死。伤啊呢，无，暗时无困啊，冻袂了，就今日出来台北谈。你是修思念大兄，所以你要等伊，还是讲你要实进攻到对大兄有啊无？有啊无？这问题啦。我到我现在呢，人的灵吼本身呢，究竟有存在无？我这代志我无爱去讨论这代。我是讨论神有存在。神甲咱，神就是这上帝，上帝是。这话呢，现在这互我相信了后，我就变讲最重要就是呢，拄仔你讲起我自我，唔当讲我家己为主来想法嘞，自我克服，要安怎来就神啊，做上帝耶稣基督。在我的心的里面，这就是我的空气空，我是不是我的我，就是这句话，就这样来，这样才有法度面对真的事情，为了相信上帝，为了大家有法度同我来拼。总统会当你讲嘛，就讲我就是我，这就是头拄仔咱讲的骄傲、自我。中国人我不是我的我，对，就是我内底有信用，有主，有上帝的我，已经不是李登辉啊，是在心内带着上帝的李登辉，安尼会当安尼讲无？没有错啊，好，根本咱都应该了解，我是谁？我是啥人？我是啥人的是我不是我，我是不是我？对不对？我是。耶稣基督在我内面的我，是李定辉，不是李定辉的李定辉，是用安尼来是，各项大事看下看去，是在面对社会国家，咱要有法度来奉献咱的
这个心吧。是好，啊，咱访问的是李静总统。那李静总统差不多讲一个领导家，到尾啊，伊啊，这个信用真重要。好，那所以咱等下来讲，相关领导者的条件应该是安怎？好，这个是讲台湾这款啊，这个领导者有无？好，等下咱继续来讨论。来，先休息，进广告。好，欢迎继续收听《波导转世界》啊，咱《波导转世界》的宝岛联播网播出。好，那你北部是波导新声 FM 98.5，啊，那你啊中部是 FM 99.1大千电台，啊，你啊高屏地区96.9。啊，主人电台哈，你花莲嘛听得到哈，是 FM 90.5希望之声，那特别是台南新芽之声哈，下播5点至6点听得到，播到全世界哈。啊，咱今日访问啊，李登辉前总统啊，其实李前总统嘛，啊，这个今日是接受咱啊，暂时接受咱2点钟的访问哈，啊，咱啊下一点钟啊是啊，礼拜四播出就是今日哈。那么啊，总统。这个一个领导者吼，国家的领导者，你感觉伊就要有什么款的条件？领导者最重要的就是爱知影国家的目标是什么所在。嗯，哦，嗯，国家目标了解，哦，啊，你要安怎来推行？这一千个国家目标的问题话呢，你都会晓讲长期、短期，比如我拄啊，你讲去台湾。这十二年的台湾民主化是最后是台湾的民主化，但是头啊一步一步做的代志是一项一项安尼连起来，才有法度平衡啊，长期短期平衡起来，有这款的想法才会用的。这咱跟我说，领导者是平衡做，要平衡啊，代志卖去当好歹势，当创好势，当同时长期的。总统是一个领导者，是一个平衡者的，对。平衡者，哦，好，对，是。不但我代志较好些，我定了你讲，这个修河南溪的迄只船，迄坐船啊，哦，卖互倒落，船卖互沉落去，要创较好些，这都真简单讲是，真各方面的平衡啊，有法度指挥和好些，按头啊到尾，船啊会荡落来，嗯，这是短期的啦，啊，你嘛都。不要登记啊，是考虑大事，对不对？嗯嗯，啊，这款的问题本身啊呢，一个平衡者就是有这款的经营。第二项、第三项的问题，第上要紧的就自我消灭自我。嗯。哦。消灭自我。感觉该上楼了，对吧？不要啊，消灭自我。嗯。啊，有信仰。嗯。上帝，你是什么？上帝也好，你相信的神是什么款的？什么佛教也好，什么也好，你都加强的信仰。信仰是你的做代志的力量啊！你有迄、那个哦，唔惊大，唔惊代志。中国社会，咱你看说，这种皇帝叫做寡人啊！啊，寡人本身就家己一个，啊，有代志来的时候，无为人好问啊。嗯，那不是寡人啊！孤啊，寡人呐、啊，一个人名啦、啊。是，咱有。上帝到底有上帝同我们，哦，有上帝同我来给咱帮助，嗯，这信仰的问题真重要吼。啊，过来就是呢，这个，这个是信仰嘛，吼，是信还是啊？信仰，哎，消灭自我，消灭自我，啊，平衡者，嗯，哦，啊，过来就是应该有观念啊，嗯，容易观念放弃。卖个哦，争取权力哦，权力偌重要？权力是老百姓，权力是老百姓借你的。你为了要做代志，都需要权力。你做出来，你都经营的。哦哦哦，不是为了争权，那你肯定爱迄个权，你是为了百姓爱迄个权。啊，对，不是要为了权啊，哦，来做权，你迄权力是给老百姓借来。嗯。所以我就是你讲，随时放弃权力的这态度，嗯，这真重要。哦，啊，过来就是这个。啊，总统，我请教你好不好？你感觉讲安尼，像即马国民党的马总统，啊，甲民进党的领导者，你感觉到底有具备这款特质无？条件无？我不大清楚。总统，你回避我的问题。有无？咱有这款，啊，无安尼讲，咱台湾即马有这款的人才无？这个我唔知啊。嗯嗯。哦。
啊，过来就是最重要的吼、哦。嗯。应该呢，对民老百姓吼、哦，嗯，都应该呢，这老实啦，哦，老实吼、哦，哦，啊，迄啰，唔当为了要立官的啊，哦，做一寡好康啊。啊，这个，做一寡魅力安尼哦，新闻报道安尼这一款的呢，那达观念款上好。哦，迄老百姓吼、哦，迄是一时安尼啊，迄念是老百姓会拖，互人拖下去，会拢无去。伊是宣传家己就对啦，唔当迄款的，哎，唔当哦，加安点咩的花，点起码钱济嘛吼，点咩的花，点咩款的，讲啊偌迄款的，即款的随时呢，哦，对老百姓应该有清晰的，公正经啊，嘛吼。总最后的一分钟我该请教。干部长，好好，最重要就是呢，这个啊，远景啊，目标。哦，远景。远景。嗯，定好是建立目标。嗯，台湾要安怎？哦，要让老百姓安怎？这应该有一个目标，嗯、应该有一块。嗯，台湾怎么？唔知啊。是，那这里、個、啊、这里、個、总统起码一切 OK 哈、哦。我看你心情摆真满，身体拢无问题啦哈、哦。我前一阵看总统有这个飞蛇，这拢好啊。非常好，好啊！吼，而且我是也过夜店，有去食药啊，都好。安尼吼，即马有少啊钱吼。是。那啊，即、這个啊，总统你去过去演讲，我看真侪少年人啊拢爆满。你感觉台湾的少年人，台湾意识有较增加无？我咧期待台湾咧，即、這个第三代吼，嗯，正变化真多大，即个人拢无为了考虑家己自己。我学的偌子款嘞，我偌一款嘞，要选头路要安怎？一款嘞观念真少。嗯，少年家吼、哦，大家呢有头路，都大家都去拼。是。哦，你看迄个高速铁路吼、哦，嗯，哦，迄你未当未使，看做认真嘞吼。嗯。哦，啊，囡仔你做工过，我看即卖这第三代嘞，嗯，甲过去吼、哦。第二代遐拢无同款，嗯，啊，即第三代内面的确有台湾的将来好的领导才会出来。啊，即么大家拢去笑少年啊，讲是草莓族，你根本唔是就对。讲是安尼讲，但是伊这些人搁啊艰苦都刚哦刚落去做，慢慢落去磨练家己自己啊，是哦，为了生存啊，都什么款的都干一款的。嗯，我看呢，这些人本身的头脑嘛足清楚。过去唔知，这囡仔现在对台湾的历史真了解啊。嗯。较早根本台湾那时候都唔知嘛。是、哦。这就是我足期待哦，台湾的，即我第一代，过来第二代，是，即嘛就第三代，第三代这些人有法度快站出来，来领导台湾，我看的台湾一定有办法。是，其实啦，啊，今仔日台湾有即款台湾意识啊，民主化这个啊观念嘛，即爱感谢总统你啊，哦，你台湾意识，老实讲，你是还是帮助真大，真济人的内心是叫你扭出来，吼，啊，希望台未来台湾意识。也当愈强，安尼时间已经到啊！非常感谢总统今日接受咱的访问，好、哦，啊，希望总统食百二，一切顺心，多谢。哦，空间，借这个机会吼、哦，台湾的认同吼，搁我加强的是吼，台湾逐渐都会认，会团结起来。是，台湾的最重要，这生活大家，这和平，哦，幸福，是，这些都是咱最希望的所在。好，非常多谢总统接受咱的访问。